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拿到这个只有河南的票了。他这个票呢，在网络上面一张票是要卖到，这边没有写，我有查了一下，有200多快300的一个价格。然后今天因为看剧的时间有限嘛，这个剧场里面呢一共有90个小剧跟3个大剧，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嘛，我们只能看1个大剧跟2个小剧，也是来浅浅的先体验一下这个剧场的感觉。然后如果好看的话，我们明后天还可以再过来。在排队入场，生生不息只有河南。拿了一张地图，可以从地图上粗略的看一下，它这个整个换乘剧场啊，它有好几个小剧场组成，标数字的都是小剧场，然后1、2、3是3个大剧场。那如果是一日票的话，只能看1个大剧场，加上所有的小剧场都能看。如果是2日票的话，就是所有的剧场都可以看。我们现在在这个路口进来，我们要先去看这个换乘剧场，因为剧快开始了，好像。啊，这什么？这不是玉米啊，高粱地，他们说是高粱地。感觉这里啊，拍照也是会很好看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不光光来看剧，还可以来拍照啊，各种摆造型。门好大呀。现在我们就去这个换乘剧场，就是看那个唯一的一个大剧。这里面就是小剧场，哇，这个太有感觉了吧！都是黄土夯的，哇，进来就仿佛穿梭了历史的大门。哇，黄河流过的土，这是生长麦田的土，这是绿野壮茂的土。您从这里离开，您去了哪里？请别忘了黄河的土，没有意思。这里的每个剧场都挺有特色的。这个是，其实它是一个竖的，其实它是一个竖的一个墙。办酒，对，像办在农村办酒席的样子。不停地重复的这个背景音乐，觉得这个歌还挺好听的，大家仔细的听一下。这是一个小剧场，我感觉如果不来看剧的话，也可以过来拍拍照什么的，挺好的。谢谢。哇，这个好有年代感的地方，像极了我小时候。一秒穿越回小时候。哇，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空间。找个地方戏剧一下。开始了吧？好黑哦！现在已经快开始了，我已经坐到这个位置上面去了。现在全场灯光都是暗的。他们说，咱俩为什么见面？他们说。我要跟你讨论一些问题。天后，这卦象显示的结果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什么叫匪夷所思？因为卦象描绘的都是洛阳城百姓的生活场景，并没有伟大的招式。你是说都是些微小细碎的生活场景？卦上是这么显示的。光阴轮转，唐朝已渐行渐远。秋天变秋天，三更了，
我礼伤你，那一天我也会点一盏明灯。我是苏轼，我有点激动，甚至有点紧张。为了穿越960年的见面，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才好。他们会记得我吗？他们会记得我的诗吗？他们会到来吗？他们会认得出我们吗？滋养金黄的麦田，它将滋养金黄的麦田。我将穿越空间，它将穿越空间。我，它一直闪烁，一直是你的爱。是否与我同黄昏？天怎么还没亮呢？亮。官家想让天亮，天不敢不亮。定，定。换个动作行吗？动。我是小林，我现在在郑州的一个幻城剧场，这里呢有十几个剧组成，就是一天都看不完，要看两天的时间。刚刚我看完了幻城，非常的赞。下面我要去看一个叫夏城岁月，那边有著名啊，是未成年人不得入内，所以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不妙不妙，晚了一会儿，不让进了。因为就是他的那部叫夏城岁月啊，都是用黑幕布，然后呢就是没有任何灯光，也不能开任何灯光，可能就不能开闪光灯嘛，就不能进去。所以我们换一个剧吧，去看那个老库房的场景啊，什么搭的都非常的好看，整个就是一个大大的剧场。你换了一个地方，就换了一个场景，非常有在就是在外面就有那种场景的感觉。啊，这里是老库房，可以进去吗？仔细看牙床。这个老库房的剧了，它这个剧讲的就是曾经发生在这个老库房里面的故事，19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，就是我就不剧透了，大家有空的话去看一下吧。它是没有那个幻城那么大气，但是也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剧。这里面真的很大，非常大。
来来来，各位看官看一下，这个是主办方安排的，或者是景区里面提供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这个，肉给的还是挺多，然后这个肉给的还是挺多的。这个是奥尔良鸡排，然后香菇，香菇也是挺多的。然后一个小蛋糕甜点，还有可乐。目前看了两场剧，感觉都还不错。嗯。我又买了一杯鸭屎香，我最近对鸭屎香真的是非常钟爱。非常惊喜的是，整个剧场里面它的物价没有往上抬，就是外面什么价，里面也什么价。我真觉得他们连去剧场的路都走得这么的正式，还要排成队。我觉得吧，就是郑州这个只有河南做的确实很不错，就是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不管大事小事啊，都弄成了一个个剧目去演出。这样子的话就让人非常的身临其境的去感受，就是能够让人看完之后能够静下来思考思考那种感觉。另外这整个场景搭了也非常好看，非常漂亮，在这边很多场景啊都非常适合过来拍照摆酷酷的造型。去买一个这边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饮品跟小吃，等等，就是这两样，一杯黄河水跟一垛黄土墙。奶茶是16，咖啡20多。看了一眼，其实价格也还好，它是咖啡20多，然后奶茶16，然后那一个吐司面包就是一垛黄土墙，16块钱，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就是我已经买了这个鸭屎香了嘛，所以就不另外买了。如果你们想要过来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来炫一炫的话，可以考虑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在这个麦浪餐厅里面问一下都可以。我旁边呢就是刚才一进门的时候种植的一大片高粱地，据说现在种的高粱地在5、6月份的时候他们种的是麦田。